双交界住宿新台币1162块的房间。去年呢是用电子式的这个密码锁，按密码在柜台设定好之后，设定密码之后就可以进来。那进来之后呢，供电这边有一个把它供电卡放上去之后，电就响，同时里面会有音乐告诉你一些相关的，还有欢迎到这边住宿的一些相关的。整个房间呢，房型大概就是两张床，这边呢一个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观，中庭，那平时应该是把它关着不让人家看。同时这边有供应两瓶水，哇，开放式的卫浴。浴缸，当然这浴缸洗澡的时候要把这个百叶窗给放上去。这边后面把它关起来，免得晚上太吵，先把门关。每天会用的器，知道吧，小朋友都知道，大人比较忘记了。整个房间看起来就是还不错。OK， 还有一个大电视，两张椅子，还有办公，这房间。那这边的话，就是基本上呢是一个衣柜。还不错哎，还用原木做的，整个感觉上这房间还很 OK。一个晚上在台湾下单大概1000多块，可以在这边住上一晚，非常的经济，非常的实际，还付两客早餐。好的，这就是今晚我要住的房间。在张家界这间酒店，我们总共住了3天。感觉真的是不错，推荐给您。好的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麻烦帮我订阅，那我才有继续的动力，继续的拍片下去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后会有期。